说食安法会被通过，因为立法院里面的法案非常非常多。可是呢，因为食安在去年就已经闹得很大了，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去年其实就行政院啊，国民党的系统就连在一起，所以食安法就很快的修法。那修法了以后呢，结果今年又冒出了这么多的油品事件，所以呢，食安法又要再修法。所以我们就会看到是说，其实我们的政府哈，他要不要修这个法，然后他要怎么修，事实上是当权派他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能耐的哈。那当然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像比较是在野党的这些人呢，其实他们有提出一些很好的一个监督啊、执行啊这样的一些方法。可是我觉得我们的政府有些时候他就听不进去，所以变得我们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就发现说，其实我们的政府都没有真正去面对问题。比如说我们会听到我们的行政院长他会讲说还有两颗未爆弹啊，那你行政院长你已经知道有两颗未爆弹，你为什么不资讯公开，你就告诉我们大家，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从海关进来的这种油品是分到15家工厂，那你分到15家公司的时候，你要告诉我们是哪15家，除了现在已经冒出来的南桥啊或者是鼎新啊这样以外还有哪一些，你赶快告诉我们啊。可是呢，政府的资讯就是没有公开，所以我们会觉得是说，政府是不是有在替厂商护航，他就没有真正的替老百姓想。所以呢，小老百姓都已经这样子已经非常的惊慌了，非常的心不安了，可是我们的政府还是用这样的方式在处理。所以我们会觉得是说，我们的那个罚金是不是罚得不够。那刚刚也有讲到是说，像一些的油品商人哈，鼎新啊或者味全啊，他们可能工厂的员工就跳出来说，不要这样子惩罚到他们啊，让他好像没有工作做啦，然后就会影响到家里面的一家老小。可是我就在想说，我们在今年二月份通过的那个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它有一个就吹哨子条款，就是说你如果发现你在这个工厂里面，你的单位里面有发现一些违反的。有不好的事情，你可以来检报检举，你可以来检举。可是到目前为止，检举的是零，都没有人跳出来检举。那都没有人跳出来检举，就说鼎新或者是味全的公司也都没有人跳出来检举。所以我们会觉得说，他到底是跟老板一起作恶呢，还是说他真的是不知道哈？那我想说，其实应该不是说不知道，因为在厂里面，你看到这个东西的包装，你大概就知道是从哪一国来的，然后它东西是什么哈。那我想说，正本清源呢，如果是说以我们主妇联盟最近哈，主妇联盟就是不断的被记者追着跑哈，主要的是因为好像目前可能是我们比较愿意讲真话啦，所以呢，记者有些时候他们会比较愿意来问问看我们的意见哈。那我们就会看到是说一些事情的发生，立即发生立即处理，这个都是闯短线。那如果要闯长线的话，主妇联盟是希望能够像日本他们在推一个饮食基本法，就是我们对于食物的态度，我们对食物的一个要求，甚至对于说我们对这个种食物的人，我们对他的感谢，那对他的一个权益都要把它包括在里面。包括就是说，我们消费者可能就不要说我只想买便宜的东西，其实你如果买的东西是合理的价格的话，对于我们来说是保障，然后对于生产者来说，他不会血本无归，他就会继续的用好的方法继续耕种下去。那他们的农地如果都受到一个好的保护的话，那这样子就是说他们也比较不用花很多的力气去排那个污染的东西哦。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其实最近有跟一些的学者、专家，甚至其他的社团，在讨论出说，我们来推那个绿食育，就是绿色的哈，绿就是环保嘛，环保的饮食教育这样子，希望能够推这些东西。那我们就很希望大家其实是说，你在一边的指责的同时，你要去想出它的一个对策，它的解决的方法。那当然，这个过程里面呢，就需要很多人的帮忙。那也是因为我们开始关心了这一块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像校园午餐，它到底是校园营养午餐吗？其实它根本就不是营养，它只是说给孩子吃饱，里面很多的东西其实营养分都不是很够的。所以我们就是说，大家可以一起来
所以今天也很谢谢环保联盟邀请我们来，然后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我们对于食品安全的一个看法。然后我们希望就是说，在低档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是要把我们的希望把它做出来，然后我们大家还可以继续努力，才能够看到我们大家的未来。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曼丽啊，詹老师。我想我们就利用最后的十几分钟，给大家跟领导一起做一种讨论。上回赵贵兴姐姐去啊，也是我们的这个主讲者真的很难得，把这样几个不同面向，或是上游、中游、下游，或是制度面、思维，这样来，整体的来谈。徐老师，我们就一个麦克风放下来。感谢各位先辈啊，先辈带领我们的环保多年努力啊。这次这个鱼肉的事件，这不是单一的，它是长期以来全面，只不过是一直没有揭发。那这次到了这样子，可以说无意性的。其实我个人吃东西，从年轻的时候我就尽量不在外面吃东西，我也就不喝饮料。但是前两年，无意中因为另外一个检查，无意中检查我肾功能衰退，已经是剩下大概几乎一半的功能。医生还告诉我，这个没有药物，只能防止它恶化。那台湾是喜肾王国，世界第一，当然台湾怎么是世界第一？我想跟这个绝对是有关系。台湾本来是这个宝岛，现在变成魔鬼岛，会这样子，真的是有一个这样的以骗为起家的总统，完全出卖台湾了。像这次这样事件，真的是门神，大家非常清楚，台湾已经变得完全是官商勾结，沆瀣一气，那个黑白共治。所以这个是真悲哀的台湾，所以我们这些要再努力，尤其像这次，真的我们持续，请各位一起带领，我们觉得这次一定要给他提示告诉，就是你有办法去大陆发展是你的事情，我们只有把他赶出台湾，这个像这样东西绝对不能让他在台湾，你看还在瞎掰，还死不认错，这条口误教育真的，所以我其实二三十年也年轻，我就常常讲。我们台湾的政府官员，尤其环保卫生的，早就该枪毙很多，都自包括自个枪毙。你像这个事一样，在大陆不会枪毙吗？太恐怖，真的完全铁定断裂关系。你讲那戏，好，谢谢。到时候真的要枪毙的太多了，要枪毙是一回事的如果说能够强化赔偿。其实这也是一个的那刚刚吴老师，这位先生有提到说，洗肾，也就是说对国民健康或是已经变成某种病症那这样的假设，从医药疾病这些分析这些疑病率的提高等等，能不能回过头来看看什么？强化时甚至那赔偿责任有没有这些可能？我想先由吴老师来。我想要强化赔偿责任是不容易的，包括有人提出证据伪装我都觉得这个都很难，因为就像这次有要分析出对健康有害的物质都已经很困难。没有错，它可能是饲料用油或是产业用油，但是要分析出来，是有毒的物质或是有害的物质，都是很困难。所以说要赔偿，那证据法则就很简单，因为它验不到。所以
这句话出来，这一次都行得通，你看他有讲。哦，那关于这位先生哈、哦，就容易上哈、哦，他可能肾脏功哈、哦，因为肾脏功能受影响因素会影响因素很多哦，所以有时候很多的因素有可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说他是因此来的，其实也没有证据。更惊讶的其实就是台湾的癌症发生率，其实过去六年。好、哦，癌症他们的癌症发生率第一名就是大肠癌，好、哦，第一名就是大肠癌。但是我们能不能找到证据？好、哦，由来看是找不到证据。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台湾过去只没有注意到，我们食品中含可能致大肠癌物质的这个异环胺的化学物质。异环胺的化学物质实际上是红肉加热或是鱼加热高温加热，好、哦，你去煎和去烤、哦、其实会产生所谓异环胺的物质，但是国内一直没有这方面的数据、哦、所以这就很麻烦、哦、就是像大肠癌、哦、这个可能比较能够看出来因果关系的。那肾脏或是目前有、看起来是不容易找到因果关系、哦、这是目前是非常困难，因为我们长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啊，事实上是非常困难，这个大概非常清楚，哦，不好意思。我自己也先问一点，现在新的讲部，包括那个科技部那个张昌正，他一直谈环境局，这个环境局能够帮我们强化食安或者解决我们目前很多的问题。当然，环境里跟目前的食品都不可能了哈，因为我都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其实像环境刚刚曼丽姐提到，他们做很多毒物，哦，那这个毒物呢，哦，是这个你们就是食品工业就所在做的，那他们没有独立的专家哈，那能够做出好的什么环境，我都很怀疑。那环哎、食品里呢哈，那环境里呢应该是充分的环境资料。哎，食品啊、哦，就是食品工业研究所在做这个毒理毒物的资料，那他们能够做什么？因为他们专业不够嘛，所以能够做出有用的资料很难。哦、那环境局的话哈、哦，更难哈、哦，因为我们的环境污染的资料也非常少。目前做比较多的是简单的这个环境污染的流布资料，哦，因为我最近研究在整理这些资料，在做评估。哦，事实上都非常不充分，所以我都非常怀疑我们，哦，因为这种资料就是说，政府刚开始这是一个潮流，就是有一个云端计划，那各部会就比如这样子来，那这些计划就是留给那些御用学者在专用，哦，第二东西拢是市政府会给 H 五块块天背书，啊，你拢会背到这样子，啊，像咱这种，哦。也叫鬼书，那个拢过袂掉。虽然专业可能比他好啦，哦，但是你拢过袂掉，你放心哦。这里是办法，这里你收嘛，利用学者的这些计划，哦，这是浪费啊，纳税人税金啊，这个神圣不可惜的事情。那我有些说的，拜拜。所以我猜一个，我以前在监制处哦，他们也在做环境局呢，我就刚刚就误用。那，一年给你1亿多，然后我们为了花这个钱哦，紧胸脑筋的，钱多到哦，你不知道怎么花了。哎，来，我这位，请。我想谈谈问题哈，我本来是问我教授，但是听不了。我教授安尼讲了，我是直接讲我的问题啊。到底台湾的问题是出伫个倒位？我看三位拢唔敢讲。我想来，我想来要肯定的讲，三位唔敢讲。我是因为讲，你拢看到问题啊，哦，为着这件代志，我礼拜四就要参加一个艺术
后面的活动，我做这个议题的论述啦。然后我的重点是讲，咱在咱自己的土地，咱敢无法度定一个制度出来，互咱台湾人人力资源的展出提高，人力资源的展出提高，就是讲，是咱台湾人自己造成咱的囡仔即摆大学毕业领两万几块。啊，是这个外来的政治政权，伊的体制，压迫咱的人力计人力资源的计担，完成一个大学毕业，干哪担两万几块？咱台湾人有能力赶走这个外来的政权，自己来做一个政府，来建立咱台湾人的。人力资源的技能，敢真正无能力？恁三位看到，到尾啊，咱台湾人甲起来做无能力，吼、哦！啊，因为这就是讲，这就是说，江老师讲到的一个问题，是啊，就爱买烧的物件。以我站在这个政府的立场来讲话，啊，我要骗这些人，我要骗什么人？恁是拢敢若是我取得我要挃的物件的工具尔，对无？伫咧有生之年，无死会当替我来劳动，无用这个价来换，恁无死啊！对无，恁敢会当两万几块的生活，未死啊，佮继续咧替我工作啊，对无？这个制度哪有啥物唔对？这那这个现状也无法度改变的时，台湾也无法度改变，组织一个政府组织，佮咧治理的制度下咧来生存的时阵，永远是无可能的代志嘛。我是讲提供这個，是我咧讲的是，是不是您唔敢讲的话？我咧讲，写好跟你讲了，所以你这个问题我特别了解吼。但是卖位对咱人家嘛是这吼，啊，其实我讲你知道我都叫人报告的，第一届因找我提供要成立这个食品安全评估委员会专门这个点，但是咱在做到政治伊不能跟你质疑啊吼，你。当政会议的时阵啊，蔡英文主席诶，林总啊，一个边啊，顶顶啊，当然柯建铭顶拢一个边啊，哦，我听过。第一届，因要甲答应讲要成立专独立专职的机构。第二届要找我去，因为派我出来见伫龙边，龙边。我第一下我看嘛，就爱有台湾者，毋嘛毋者。伊讲好啦，后来最后蔡英文。管理方面下这个食品安全别会输啊，那那哦，啊我嘛唔想去买，因为我处理唔干净，我嘛我来做收钱。你都叫买手机啊？哦，我收唔赢你啦，吼，就讲台湾人，迄个啊，我无叫你讲买烧的是台湾人唔对啦。伫美国，我伫美国村，台湾嘛是买烧的，台湾可能买贵的。哦，即人习惯嘛，即主要是讲，因为台湾生产者技术无好嘛。伊伫国际上伫台湾咧竞争，伊就是爱拼成本低嘛，因为台塑咪同款。那天时来出代志，就是爱降低成本啊。即嘛唔讲咱要求条例叫爱降低成本，咱条例叫买少，咪嘛即世界大家人嘛同款。伫美国，咱咧生活咪干咱咧收价又太贵咧。诶，美国人嘛是一人收又太贵 ，discount 啊。你看讲 Christmas 还是圣诞节份头前。哇！你看，大卖场生意有够好，你咪讲咱台湾人，
世界各国，美国人本身本身嘛是，但嘛要变少，要变少。哦，这个当然是对的。你是企业为着要竞争力，企业为着要追求竞争力，伊爱降低成本。很是安尼，这个原因是啥？企业是以赚钱为目的，伊要赚钱，伊要伫市场上跟人有竞争。伊技术来比人好，生意比人好，后来你爱不见得就是爱想比人少。即即个简单个道理，我是无愿即比赛教育个人讲，啊，因为你爱买少，因为薪水低，你是一回事。你搁今仔互咱领四万块，我相信大家嘛是要买少。哦，即条我无愿，所以伫媒体上讲讲阿丹阿买少，我感觉迄个交通部长阿丹嘛负面。哦，迄面大家嘛咧世界，你讲嘛是，你讲迄两钱啦，对不？咱伫咧读册，我想施老师嘛知影。啊，伫美国个，大家嘛是买俗，头人头日买贵个。啊，你讲正义个，正义迄个也是迄个强犯罪个理由嘛，有啥变俗？嘛无啊，对不？伊本身同你讲，我这品质足好，佫变较贵啦。伊分油就个，无话你讲会当变较俗个。所以讲做面俗个问题。伊讲读册。对啊，对啊，迄真正是安尼。哦，所以面俗个问题，啊嘛咪讲。这个东西跟华人政权无关系，哦，那真的是，就讲还无唔对。咱的政府政治就是安尼嘛，就感觉就是做阿扎的，就是安尼，就是讲确实企业就是有钱，伊咧计算，伊两栋拢卖啦，伊头尾两间卖一栋的，伊第一栋我嘛咧无掉，伊就吃亏啊，对不？是一个底较济，一个底较少的。那你们怎么请不到了？那个，咱相对讲，五分钟好无？无超过五分钟，那问题较短，我想要讲了吼，今嘛有一个讲法吼，这个油品，这嘛是全民皆知了吼，这嘛讲下一步会查 UGA 的有机成分。那这两年我也是在主妇人堂，啊，还有在梅花亭，我平常吃假面都炒到这里，啊，就说这里，到这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啊，像这个有机这些产品到底有多少保障，多少的，给我们一点信心。好，谢谢。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如果有的话。要不要我那一样，咱刚背刚背然后因为咱，然后跟准备说最后一块二六。因为拄啊，我刚想讲着，这个，我听起来是讲，这个政府也是会使挖科技啦吼。那所以我要提供我刚想一个思考，就是讲。台湾敢无 LV 专卖店？好，我到时阵听讲，美国的牛吧有分等级。我要讲的就是讲，什么收入的人，伊的管家，看伊的欲望。我的朋友，的囡仔，你讲伊一个月赚两万几块，对无？人伊嘛会甲伊老爸讲：“爸爸，我要提 LV 的皮包呢。”伊唔免出钱啊，伊老爸嘛是提来互伊去买啊，对无？我认为是，这个囡仔。伊领钱领少是即个国家甲伊造成，当时的外国对无？伊哪会办？伊哪会敢甲因老爸提出讲，爸爸，我嘛买个 LV 的包包呢？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讲，人的价值观含即个制度的运作，造成即个社会普遍的情形，对无？讲出个歹势啦，
对无？詹老师，你敢毋是讲，因为我嘛是有可能伫后咧食午餐啊，对无？所以，是安怎卖乌心油的念我假骗？我讲这心态唔对啦，因为这就是讲，这个制度造成伊这个资本家，对无？直接摕予这个来到台湾，伊就是要摕钱尔啦。伊哪有啥？你台湾人永远是做我的生产的工具啦，对无？互你食袂死，伫咧有生之年拢咧替我做工作就好啊啦。我这是认为这较大的问题。不是，因其实我即个演讲也免谈吼。重新有人咧讲，甲民国六十八年迄个 PCB 有关啦，我毋知真够难归文啦，比较明确的进行吼。好，咱上尾啊吼，是毋是咱各位拢个最后一次的回答一方面好？哎，谢谢。好，那刚刚那个先生吼有提到，就是有关于主妇联盟哈。的那个合作社的那边的产品，又被那个就是不好的油有染到了哈。那其实除了消费者本身可能会是受害者，包括我们的制，就是说高品业或者说油品业的一些的店家也可能是受害者，因为大家都搞不清楚那个东西到底是大厂是怎么样的处理哈。那比如说像台湾也有那个离气啊或者 Liaco 啊这样子的一些的高品业，他们也会用到这样子的一些的产品。那合作社那边，因为我自己本身不是合作社那边的主管哈、主管的人，我是负责主妇联盟环保基金会这一边的，所以那边的事情我不太能够替他们做比较完整的一个解释。但是呢，我可以说的一点就是说，合作社因为它是只有社员才能够进去里面消费，才能够进去里面共同购买，所以呢他们那边呢就是会把你有买东西的人呢，他那边全部都会有一个电子档，所以你买什么东西，张三买什么东西，你是买什么东西，他完全。那你要不要先讲？不是，不是，没有，我不讲，那个张老师没讲。那所以呢，我们就是会。我就看到合作社那边呢，他就会知道是谁买了这个东西。他发生事情的第一时间，他会打电话，马上立即通报这个合作社的社员说，这个东西你不要吃，有受到一些的污染。但是如果你一般去百货公司或者超级市场买东西的话，他大概都不知道是东西卖给谁的，他完全不知哈。但是合作社那边呢，他是完全知道的，所以呢，他的那个。他就会这样的处理。那在这边呢，我想要讲另外一个事情是，我在2002年的时候呢，我有到南非去哈。那南非那个地方呢，我们去开那个永续发展的高峰会议的时候呢，那个地方的华侨就告诉我们说，哦，你们在南非吃东西哦，都不用担心，因为南非的法律是这样做的，就是说所有的东西在市面上做的东西，只要被他们的政府单位查到不合格的话呢。不符合他们的要求的话呢，他们就全部一律下架，一律不准再卖，然后那一家工厂、那一家公司就会倒店。那个朋友，他那个华侨，他说他在那边呢是种农的，种农夫哈，他种农夫，所以他是种菜的。他说如果有被警察告不好的话呢，他这个地方就完全是要关掉的。那我就说为什么会这么严格哈？那他是说，像我们在台湾呢，我们常常会说，你就看一下产品标志嘛，对不对？里面有什么成分，什么时候制造，什么时候过期等等，你就这样看。他说，因为南非呢，有70%的民众是不认识字的，所以呢，你即便你给他这样的标示，这样的标示，你觉得你已经尽到你的责任，可是对于消费者来说，对于他们的民众来说，那是没有办法能够让消费者完全都能够自我管理，没办法管理。所以呢，他们的政府就是规定，所有的东西你只要被我抓到，就是下架，就是你的厂就关掉，就这样子。所以他不是说你在南非吃东西不用担心啊，包括他说他自己是农夫，他也要完全按照这个规格，要不然的话呢，他就这个行业他就断掉了。
所以我是在想，我其实这个东西我也。